啊，我们的菜呢？这墙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洞？呆呆呆呆，大事不好啦，大事不好啦！宝宝，我来啦！怎么啦？谁欺负你啦？宝宝，你没事吧？我来啦！宝宝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好像没人欺负你啊！呆呆村长，我们蔬菜基地的蔬菜怎么全都没了？对呀，我们的蔬菜呢？这墙上还有洞，难道被人偷走了？宝宝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看看到底是谁偷的。人呢？啊，强盗！呆呆，来追我呀！强盗，你哪里跑？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No！ 这是什么地方？粪坑！宝宝，来救我呀！快来救我！去追强盗啊！快来救我，宝宝！啊，呆呆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这化粪池也太臭了吧！宝宝，赶快救我上去啊！宝宝，你怎么不追强盗啊？让他跑了。呆呆，我这往哪追强盗呀？他一溜烟就跑没了。我来的时候就看到你在化粪池了。哎，又让这个强盗给跑了，还这么嚣张，把我们村上的菜都给拔没了。这个史蒂夫怎么搞的呀？强盗都在我们的哨塔下面偷菜了，他竟然没有看到，哼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呆呆，你不是让史蒂夫去贴那个什么通缉令了吗？哦。